为什么想知道他是谁啊？他叫不好奇。真漂亮。嗯，哪儿漂亮啊？哎，嘴。那要是给缝上呢？我缝了，缝缝。夏继国的事儿，你受牵连了。嗯。进去多久？不说了吧。受罪了？没有，审了一个月，没什么事儿，就变成协查。说你和他没有结婚，真的假的？没有。我认识他之后，他确实追了我很久。这种传说就一直有。我开始还解释，后来就懒得解释了。是这样，那你是从……我要问什么来着？脑子一下子短路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我知道，即使你混得再不济，也不会再改名改姓了，这就不难找。找。你是专程来找我的。嗯，是专程。换个地方吧。随你。反正没人认识我，该我问你了，做得怎么样？比进去之前关掉的那个直接锁，好多了。公司的牌子上，终于有了“人力资源”这四个字，好歹我也是个猎头了。好在我见过正经猎头的。好久不见了，应该鼓励吧。鼓励，我是鼓励的。我真的见过不少正经大猎头，就是在云端里乔治克鲁尼那范儿的，高大上的要死要活，
低端的飞全国各地，高端的飞世界各地。就那些人呢，一半不如你。夸张。好像从04年我们认识开始，你一直都是鼓励我的。我还快不好吗？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需要鼓励的人是你。不许说这种同情的话，我怕距离感，你知道的。你公司现在怎么样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坐看云起云落，静赏花开花谢，真是旦夕祸福啊！一眨眼就都没了，怎么来的就这么去了，看着好像是自生自灭的。比你稍微好点的是，我还有一份参加聚会跟熟人见面的胆量。真好，这份胆量是弥足珍贵的。以后打算怎么办？这问题是不是问得很傻呀？不傻。我想你也明白。不过，我还是该认真问一下你的。我以后该怎么办？我来杭州仅仅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。你有过中宝集团董事长的经历，眼界高，见识广，以后该怎么干应该你自己定。总之我会不遗余力地帮你。如果我能，哎，我约了小小啊，一会儿去做 SPA， 超市送的券没花钱，然后去看电影，晚上再吃个宵夜，所以今天晚上我就不打扰你了，你自由了。郑总去哪儿了？找林曼。一开始我想，这么久不见，你一定变化很大。成家了还是单身？发达了还是流落街头？按说我本该把这些都弄清楚再决定来不来找你的。见我一面用得着想这么多吗？文艺女青年不是想到做到吗？做过老板的人肯定会世故的，也可能是我在里面观傻了吧，最后就什么也不想也不准备，一下子就来了，直接敲门求见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，爱谁谁。
你有微信？啊，没事。见你之前，我先见我林柏，是他告诉我怎么找你的。是吗？这家伙也不告诉我。你别怪他，是我让他别告诉你的。我也没问他你是什么情况，一概不知。就像那次我们在北京天方会所，我一回头看见你，一切都很真实。都很真实，也都吓了我一大跳。你打算在杭州待多久？取决于你。你结婚啦？正准备呢。记得那次我被敲诈吗？在山谷的时候，钱还是从你那儿借的。当然，就是那个敲诈我的人。哦，是吗？像电影似的。你不会是抓着人家敲诈的把柄，逼着人家以身抵债吧？我刚来那会儿，生活挺难的。他也是做直接锁的，过来找我，帮我一起开了一家小公司。后来她男朋友不要她了，可怜兮兮的。后面算是同病相怜吧。怎么看？那个时候她都是我最好的选择。有说债，还是我欠你的多。感谢的话我不说。只是，有些事儿不敢想，不敢回忆，也不敢展望。我们一定是古书里说的那种冤家吧？我们啊。就是陆游说的错错错，默默默，是两滴雨水在下落的时候撞在一起变成一滴，最后又落在屋檐上破成两滴，随着地上的流水流走，谁跟谁都没关系。前些天我收拾屋子，又翻出了那本《挪威的森林》，我居然到现在都没把它看完。
本书是你大一的时候送我的，九年了，我去过的地方，这本书都去过。想想也挺神奇的，它就像我们两个人的挂件，上面写着不会有结果。我的。你怎么有我电话呀？啊，林柏给你的。什么时候结婚？再等等啊，有钱买房子的事，现在还是太忙。猎头这行当真要做起来，还是外行，需要时间。挺好，结婚了一定通知我。明天晚上我回北京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一起？和谁啊？你女朋友林柏，还有钟淮兰，就是那律师，跟我去广西监狱看你的那个，还叫谁你随便。一起吃饭不太熟悉啊。郑秋冬，我是那种不懂事的人吗？你担心我跟你女朋友坐在一块会出麻烦？绝不是雷人。其实也是，还是有点担心。哎，我不怕你笑话，我就怕他乱想乱说话。你是女神，他是凡人，也就是刚刚过过日子那种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地方我来找，明天中午另外我通知。不用，我是闲人，一切由我来办，你们等通知就行了。我总强势惯了，我已经是一介平民了。好，你还是那个爱挑剔的家伙。我温柔地说，我是闲人，你们忙，一切由我来办。OK。晚上去江南大道吧，那有你爱吃的潮州菜。记得呀。